一，谁不是一边热爱生活，一边又不想活了？二，同样是第一次做人，没什么经验，凭什么我就得让着你？三，小时候枕头上都是口水，长大后枕头上都是泪水。小时候，微笑是一种心情，长大后，微笑是一种表情。四，人都一个样，认不清自身问题，还长着一张喜欢说教的嘴。五，有心者有所累，无心者无所谓。六，你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想太多，然后莫名其妙不开心。七，车站有两个地方最感人，一个入口，一个出口，一个是不想让你走，一个是等你回来。八，看到挺有道理的话，心里的话，有人听就是温暖，郁闷的事，有人懂就是幸福。九，每个人都要经历掏心掏肺付出，然后换来撕心裂肺的结果，从此以后就会发现没心没肺的好处。十，当你生活不顺心的时候，不要慌，看看你的钱包和存款，哭出来就好了。十一，找一个不仅仅只会对你说晚安的人，早安比晚安更珍贵，因为没人会一醒来就想到你。十二，最近的状态，没有特别想维持的关系，没有特别想努力的动力，也没有特别想得到的东西，一切都很平淡。走近的人不抗拒，离开的人不挽留，吃点亏也懒得计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